我系协生，今年23岁。细细个嗰阵，好中意拎住支笔周围咁画。其实我妈咪好唔中意我去学画画嘅。有一次我会匿喺间房度自己喺度画画。有一次就佢发现咗，跟住就将啲画抌晒佢。但系我都仍然系坚持想学好呢样嘢。我爸爸喺3年前。 已經過咗生日，喺佢死之前咧，我就應承咗佢要好好咁進修 fashion design。佢同我講話，只要你好努力去做，你終有一日會成功咯。媽咪覺得畫畫係好唔實際，佢口就話唔靚，但係其實做所有嘢都為咗 Daddy， 佢都好感動咯。我覺得成功嘅 brand 最重要努力啦。我都覺得自己都算係一個好勤力嘅人。 喺10年之後，我希望可以建立自己嘅品牌，同埋得到媽咪嘅認同嘅。